臭不要脸的老女人，抢我未婚夫啊！你找谁啊？装是吧？你怎么这么恶心之人？哎，谁呀你？跑到这儿我撒泼！静静，静静。什么时候？王爷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他，你说你不要他了啊？王先生，你打扰到我的朋友了。你也配说打搅？你抢我未婚夫的时候，你说你啊？整容的时候麻烦你整整脑子，谁都抢不走他。他是你的，因为你们两个人特别般配。对不起。等一下，凭什么你说对不起？凭什么我们走啊？这个嫁不出去的老女人抢我未婚夫，这段时间我是怎么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别再说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不跟我说分手就分手，那你今天告诉我，他到底怎么勾引的你？凭什么我就受他欺负啊？要不然，你当着我的面告诉他。你说你不要他，拉呀他！冰冰小哥，这就是啊。哟，这么巧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姑娘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呀，怎么喝大了？嗯。哎呦喂，把妆都喝花了。没事，朦胧玫瑰也喜欢。姑娘，我怕你是有什么误会吧？我跟你说了啊。他已经有我了，怎么可能看上别的男人？两点警告你一下：自己家的事儿在家里解决，别出来污染环境。第二，你要是再对我女朋友出言不逊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欺负。走了，你等着。帅，还行。走啊！这就走啊！不是，很霸道。